你在干嘛？今天太长。我今天头发是我第一次绑头发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然后就是走一个像在过年的感觉。拜拜，过年很热。但是我先问一下，你打理打什么？没有，我今天早上运气蛮差的，所以这颗头。哦，我今天运气很好。什么意思？他今天上韩文课，然后上到忘记出发时间，然后打开他们，叫他要出门了，然后他才说哦，然后边走边上韩文课。